跟着老大我千奇百怪，只希望你们让我可以赚大钱，我才跟着你的耶。太难了。爱家五一五，家庭享幸福哦！预备，全部一起喊：爱家五一五，家庭享幸福！耶！眼到、耳到、口到、心到，我好。五一五是我们国际家庭日。我特别谢谢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长期以来对于我们如何让家庭教育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这个家庭中的用心跟努力，像112年度他们就有办了228个场次，39900多人共同来参与。那今年呢，我们是第一次把这个家庭教育用到我们户外来，让更多的一个乡亲能够来参与。从一开始，我们的信义国中小，他们呢针对孩子们的3C，然后呢怎么样来做好使用，做了一个这个儿童剧的一个表现哦。另外，我们还有这个通关哦，那闯关的活动，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亲子能够更加的绵密。那选择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延平啊，这个公园停车场啊，那延平公园现在也整治到让孩子们非常喜欢来哦。那再就是希望家人能够把这5道哦，那一样呢能够呢啊深入到我们家庭中，包括我们眼道，那用眼神来关心，口道多说一些鼓励的话，那这个耳道多来倾听，以及呢手道多来拥抱，还有我们心道多来给予他们关心，让我们呢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嬷，这大家呢在家庭中都能够和谐。我相信如果都能做到的话，能够减轻我们的这个离婚率，而且家庭一定会更棒。欢迎等一下民众都可以在这里留下家庭幸福照，纪念这一刻。我呼吁哦，我们不管片段。家庭幸福美满快乐，谢谢我们的县长哦，来各叔叔来社官哦，社闯关社宣导哦，来两。